如何加入魔理实验？什么时候更新啾啾？什么时候才发巨人第二季？别吹了，别吹了！还有就是啊，今天11月25号是俺的生日啊，求个点赞，求个点赞！哟，我是燕子啊。那么自从我做了魔理实验系列以来呢，大家就一直问我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就作为一期30万粉的 Q&A 视频吧，好好解答一下你们的问题，甚至把我接下来一年的企划都给你们剖析出来，好吧？把我自己脱光光在你面前让你解析。首先是最多人问的 ，MC 巨人第二季什么时候更？其实当时我只是看完巨人最终季有点头脑发热而已啊，就说一年之内给你们做第二季的巨人模拟实验，其实说出来是有点后悔的，但是没关系好吧，毕竟还有一年时间呢。既然我说出来了就肯定会有，目前是打算使用 1.16.5 的那个巨人 mod， 不过要做估计也会进行魔改，因为那个 mod 不能说卡吧，也就一个超大巨使用技能的时候直接暴跌100帧而已嘛。第二个问题，巨人整合包什么时候发？我也很想发你知道吗？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整合包里是由我们自制的猴哥附属 mod 的，因为这个巨人数据包在我们录制期间原作者是已经在制作猴哥建模的，我就打算等猴哥出来了再把我的附属 mod 发出来给你们玩的。哎，然后呢，猴哥确实做出来了，可是他的游戏 mod 又更新了，也就是说我的附属 mod 根本就不能安装在里面，所以就没打算发了。不过你们也确实牛，直接照着我的视频内容复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弟甘拜下风。啾啾模拟实验什么时候发？其实目前地图是已经做完了的，啾啾的核心数据包也被我们魔改了差不多了，玩法规则都有了，就差拍摄了。我是暂定2月5号开拍啊，预告一下好吧。这次玩法真的很有趣，比巨人两个物体更有意思。不出意外的话，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相信的。反正就寒假不见不散咯。第四个问题是最多人问的，怎么报名参加模拟实验？真的很多人问的。这里给你们说一下，我的模拟实验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参加我的模拟实验，其实要做的就是关注我就好了，不开玩笑哈，因为我每次都会在拍摄之前发 B 站动态进行摇人，摇过了就会删动态或者是锁群，而且我也没有粉丝群啊，和我参加过模拟实验的玩家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为人啊。说句心里话，其实我真的没有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当中是什么粉丝，我一口一个哥们的，天天一起整活啊什么的，倒不如说是好兄弟好了。在拍摄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一直在群里画大饼啊。但是九九能不能来几个妹子啊，真受不了一群和尚，真受不了。其实特色项不是不行啊，但是欲望大奖赛的话就仅仅只有极狐了，格局小了兄弟。现在极狐都完结那么久了，我做出来大概率是会破盖的哦。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是光之国模拟实验好吧，什么时候更新奥特曼生存，等我有生之年的光之国模拟实验吧。如何评价花了3000块的服务器啥也没录到，这里要牵扯一下我们啾啾的诞生故事了。其实今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开拍海贼王模拟实验了，但是那个模组的优化啊真的差的要死啊。请看 VC 啊，你看这卡的动的都不了啊兄弟，这还没完，正式开始之后直接 PPT 了呀。从中配服务器一直加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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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超级无敌爆炸的顶级服务器，都带不动50个人，我傻了，真傻了。海贼王模组真好玩，地图制作了整整2个月，然后命令繁花做的头都大了，我的指令组就差猝死了，完事了，这个月租的服务器又不能退款，海贼王模组真好玩，不愧是神作孽。当然了，好险有各位兄弟姐妹们来安慰我啊，要不然我真跳楼了兄弟。没有姐妹。想看龙珠模拟实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龙珠模拟啊？还考虑做什么系列呢？会不会做鬼灭、咒术？哟，问到点上了，会做的，甚至已经在做了，但并不是模拟实验系列啊，而是我的一个新系列，是为了填补模拟实验的空档期而创造的一个新系列啊。目前是把咒术回战拍的差不多了，这里给你们看一下吧。リカちゃん、力を貸して。
那么当然啦，这个咒术回战虽然不是模拟实验，但也是很用心去做的，所以最快也是要元旦才能看到啊。那今年有没有我的 MC 视频可以看呢？啊，估计是有的。我和彦祖已经在录《植物大战僵尸》了，真的上头啊，兄弟！2.5小时才把第一大关打通了，虽然还没开始剪啊。这样哈，你们喜欢最新那款《植物大战僵尸》的整合包吗？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把喜欢打在公屏上哦。如果刷的人多了，我立马剪，我现在就剪，我现在就剪，我现在就剪。海的那边是什么？是饮水街。艾伦是自由的吗？宰哥会一直做模拟实验吗？啊，会的。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鹿哈，我是鹿哈。宰哥有女朋友吗？发图。见不见呢？在寻火月人员，所以读到我水5秒吧，没有5秒。下期搞凡人的村民怎么样？你可以去林凡的视频看看，你猜一下为什么我只去了2期？走位，哥们，走位，走位，好，走位，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走，我不给多逼逼，需要我帮忙吗，兄弟？我要测试，我去，我不帮了，我不帮了，对不起，叫打锤子。我操，好好游戏 ，Good game， 好好好好好。不讲完了，不讲完了，死了死了，一滴血，哥们 ，No， shit， shit。我以后都不想玩带史诗战斗整合包，好吧？头号玩家模拟实验，你不就是想看明星大乱斗吗？其实我在一个月前做了一个画饼宣传片啊，啊，给你们看一下吧。There are worlds that exist separate from our own, where the impossible is reality. They consist of both good and evil.These worlds were never meant to meet.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当然了哈，宣传片里面出现了所有内容均未实现，而且这个计划其实已经被高达顶替了。行，那么就大概讲那么多吧。其实模拟实验这个系列真的很开心能够获得那么多人的喜欢啊，所以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的模拟实验确实是一期剪的比一期慢，我也在努力的提高视频内容啊。总而言之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未来除了模拟实验以外呢，还会带给你们更多更加有意思的 MC 视频啊。这30万粉丝也是我今年收过最隆重的礼物了，那就提前谢谢你们的礼物咯。 OK，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